我跟你说，今天下午跟我妈打电话的时候，打到一半，然后你就突然间骂我一声，就是我在给我妈打电话嘛，她不知道，然后她就突然间骂我，你知道吧？然后我妈说，在电话里面说，赖亚欣在骂你嘛。然后赖亚欣一听到我，看到我在跟我妈打电话，她说，哎呀，你今天晚上想吃什么，就立刻变脸，你知道吧？就是可做作，赖亚欣一个人。就问我想吃什么，他要做给我吃。我妈说不敢哦，腰还受伤哦，让他不要做东西了。可会装，真的超级会装。屏幕怎么这么延迟啊？怎么大家现在都还在刷唱歌呀？可无语。屏幕好延迟啊，你。你们为什么都还在刷唱歌呀？等久个1分钟好吗？我唱歌给大家听吧。现在这首歌就我唱的啊。超级好吃，小林超级爱吃。卡不卡？卡不卡？哎，这样吧。卡不卡？不卡不卡。OK， 那我给大家卤个牛肉吧。我真的教大家卤一下我牛肉，真的超级好吃。重进吧，还没有解冻哎，我得先用微波炉把它解冻。
鼻子真的超级灵哎，我得刘哥一打开他就过来了，真的恐怖。你看我的猫，想吃肉吗？想不想吃肉呀？干别的不积极，吃肉第一名啊。他喜欢我摸他屁股，你看感觉可舒服。刘乐要撸一下，刘乐要撸一下，我也要那个解冻一下，我等一会儿再过去。记得洗手，好，先用纸擦一擦。天哪，我的手上全是毛，哎，好累啊，真的好累啊。我先去洗个手哈，一分钟。比如说他的可睡眠好，我激动一些，感觉最近真的可对不起大家，因为之前说了我们要去那个，就是找那种山洞隧道拍照，因为小新的身体又延期了，最近其实有很多想拍的东西都没办法拍，很难受。这好像真有珍珠的图。我不知道为啥我今天的嘴唇感觉好像有唇色似的，但我刚刚检查一下完全没开。最近每天感觉都在吃瓜呀，都在吃各种瓜。Hello，Hello，Hello。哎，你今天为什么感觉特别的黑呀？因为我今天涂了双色的油。哦哦哦，我一开始打又感觉更黑了。来吧，玩一局吗？玩一局吧。你说个惩罚吧。我都可以。你都可以吗？那你唱那个《向天再借五百年》。除了唱歌吧，我五音不全。你跟我一样的，我唱歌也很难听。我唱歌，我想扇自己的巴掌。真的吗？那你，嗯，做10个深蹲吧。
深蹲、俯卧撑都可以。OK。等于你做深蹲嘛，你每做一个深蹲，夸一句你的老婆。可以，那你和我一样，好吧 ？OK OK， 那我们闭麦喽。OK。笑死！两人可成对，我今天看他自己在播，连一连。谁的瓜？最近微博你们没有看吗？各种瓜都有，谁的瓜？网红的瓜也挺多的，他都在吃，每天都在吃瓜，最近可无聊。然后给大家跟大家说，我的皮卡丘快完工了，可能下一次直播就可以给大家看了。可别说我没说啥。对，但其实大家唱歌其实都不好听啊，你不好听啊，是不是？并不是一个人唱歌，如果我要唱歌好听，我就做那种音乐主播了，每天就是直接就是挂个耳机呢，每天时不时给大家唱两句。没有，今天的光线可能是因为我们换了另外一盏灯，大家看着觉得有点不习惯，就这盏灯，它功率比较大，你知道吧？我看一下，什么叫做唱歌不好听才发短片，搞笑的，会不会讲话呀？哎，啥呀？天哪，我弄坏了，我操，打不开了。莫名其妙，我把灯弄坏了，我操。它就是我们之前打的灯，就你们看就是觉得比较正常，因为它那灯的功效很强，你会觉得很亮。我不知道那个灯被我弄坏了，我操！来，大家小礼物众筹呀，大家小礼物众筹。为什么不用加新年？因为我今天发作品了，想带带流量。大家没点关注的去点关注，不没点赞的去给我今天视频点点赞，不然等下广告神爸爸要骂我。广告神爸爸等下骂我，谢谢大家关注，谢谢大家关注，谢谢小葡萄送的小鸭子。这个新买的灯真的坏了，谢谢雨儿，谢谢雨儿，你知道吗？那天有一天有一次，亮星也买了一个就是拍视频用的灯，到家的第一天我就给他摔坏了，他真的好几天没理我，300多那个灯。原来是天龙是吗？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来大家小礼物众筹一下，大家小礼物众筹一下，对，觉得哎呀来不及拉票了，算了输了吧，就这样吧。我今天连输300，我今天连输300。我老婆学的吗？没有，昨天我看着，昨天谢谢。如果发广告在直播，可能我会谢你。真的假的？为什么呀？哎，我今天真的一直输呀，我不打 PK 了。来吧 ，Hello， 老王说呢？昨天我黑屏了，看你们，偷偷的窥屏在看你们。什么？没有，我在说我昨天，说没有，我在说我这边的。哦，嗯。
我老婆很帅，很可爱，很乖，很白，腿很细，身材很好，屁股很翘，还有这个，很粘人，性格很好。哎呀，还有最后一个，我真的想不起来。你就说活很好就可以了。活还有阿姨，活还好。那我先走啦，拜拜，拜拜。笑哦，性格好，对对对，性格好，忘记说了，忘记说了。我刚刚不是站起来就是要深蹲的那一下子吗？龙王在我的背后躲着，然后我椅子推一下撞到他的脚了，他刚叫了一声，大家没听到啊，然后他那个大屁股就是一瘸一拐的出去了。还 PK 吗？不想 PK 了，我今天一直输，不想 PK 了。性格很好，说了没有用是吗？哎，我想问一下，为什么你们说就是？发完视频在直播会限流啊？不会吧？还有广播。哎呦，吓我一跳！不要你点到别人的那个。还可以啊，还可以，我都不拉票，对，没有，因为我习惯性平时都是老婆在拉票，然后我就跟你们聊天，然后我真正想要准备拉票的时候，我发现只剩三秒钟了，三四秒了，就来不及了，就来不及了。没有老婆会拉票，因为我都没有在拉，我都没有在拉票，没关系，今天就是日常随便播一播。对，龙王一直在旁边叫，他想告诉我他腿瘸了，他想告诉我他腿瘸了，好像听谁说放着是吗？哎呀，那我还自作聪明，我还特别用这个号开了开直播。那就下了吧，要限流了，我要下了，我换小号播好吗？我下了，拜拜，大家去给我今天视频点点赞，赶快去。